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列宾创作的一幅油画，原作的尺寸纵 131.5 厘米，横281厘米，现收藏于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。该画描绘了被烈日炙烤的焦黄的河岸上，一对捧手垢面衣衫褴褛的纤夫拖着沉重的脚步，拉着货船在酷日下精疲力竭地向前挣扎，领头的是一位胡须斑白的老者，眼睛深陷，走在最后的纤夫低着头垂着手，麻木地随着队伍向前挪动。处在队伍中部的一位少年，可以看出他才开始这样的工作不久，皱着眉头还不太习惯，其余的纤夫都弯着腰低着头，似乎已没有多余的力气再来表现点什么。